周文，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十次也这样啊！我就算是队长，哎，我还管她怀孕不怀孕啊？咱们离开集体户好几个月了吧？她突然怀孕了，谁知道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人，哎，你别走！不是你就是不负这责任是不是？啊？莫名其妙，我负什么责任？不是他，哎，你别。不是你现在是个畜生是不是你？哎啊！动武！你给我赶紧动手！你你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大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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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干什么呢？双儿，快把他们俩拉开！别打了！别动手！大哥！这咋的了？别打了！住手！住手！周武啊！抓你了，赶紧走！别胡说，公安局抓我干什么？这是你说你杀人了，你还不赶快跑？我杀人了？你是不是有个老师姓何？啊？你回来之前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喝酒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人家邻居说看见你半夜从他家出来的，赶紧跑吧，你赶快走吧你。不可能死了。我快跑呀你！完了完了。他们来了，从后场。怎么走后场？快走！哎呀喂！我撞墙去！哎呀，不对，不对，公安搞错了吧？搞错了你更得跑，要不然就屈打成招了。站住！你跟我站！哎，周虎，你快跑啊！周虎，快快上去！周虎，周虎，你不能跑！干啥呀？你跟警察说清楚。你跑的事儿就大了，你跟警察说，你别跑了，哥，不能跑，别跑了，不能跑，放开，放开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你听我的，别动，不能跑，别动，你别动啊，站，别动，都别动，别动，给我被捕了。跑起来，先跑，往哪跑？不能抓他。林子同志，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不是，我想明白了，何老师是不是昨天死的？他昨天晚上已经回来了。英子同志，破案我比你内行。哎，你说你啥也没干，你跑啥呀？他让我跑的。我让他跑的。带走，走。哎。进去，是。不行，不准把人带走。让开！干什么了你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晚上的行为已经足够我们抓你了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张，上车。英子，让开吧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相信我，行吗？英子，你让开。人李科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咱们得相信公安。拉开，走。你保证不冤枉他吗？不会，我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。只要真不是他干的，我能冤枉他吗？走走走。哎，你快回公社，这家我们人还得守着电话呢。哥，晨晨，快回来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给我滚！妈，妈，妈，滚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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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咋了？把妈扶床上去。快点！哎呀，你给我滚！哎呀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妈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这么做是对周武好啊！你给我滚！滚！老大爷了。
没想到你怎么不识东西，我没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！妈，你冷静点行吗？啊，那周武要真是杀人犯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要帮他呀？再说了，他为什么杀他老师，一个女老师，而且还是在半夜喝完酒之后？如果这事真是他做的，他必须受到审判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周武能干那些事，我不信。对，我也觉得不是他干的，我也不信他，所以我不能让他跑啊。他要真跑了，那就成逃犯了，妈，一个杀人逃犯呢。他现在就得面对警察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这是在街道杀人灭口，你对不对？阮姑娘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回事？阮姑娘呢？啊，没看见，走了吧。老大，你给我说清楚，阮姑娘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说。我知道。你给我滚！妈，滚！妈，周儿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，你给我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走。不过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妈，双小圈，你们今天都在这儿，你们记着，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，我这回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都是为了你们。无论将来你们怎么恨我，我心里都会想着你们。大哥，哥。大哥，回来！小时候的事儿，我记住的很少，但二哥被抓，大哥被妈撵走那天的事儿，我却一直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我哭得非常厉害，后来大姐说，从来没见我那么哭过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那天晚上，大哥、二哥，还有妈妈给我留下的印象，都是变形的，好像都青着半边脸，特别陌生。在那以后很多年，我在梦里经常梦到那样的他们在打架，每逢那个时候，我都会在梦里哭出声来。小贾，小贾，把门打开，小贾，小贾，哎，快点的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来，车，赶紧进来倒车。抓着了吗，科长？抓住了。倒完车，咱上车走人啊！那不跟人家谈电话了？李子说话就到啊。这，这，鱼，鱼，英子，你让开好不好？李英子同志，你这是在妨碍公务，我有权逮捕你。你逮捕我啊！我正好要跟他一起走。你说你这胡闹个啥嘛？你就再胡闹，我抓你了！李英子，小贾，李英子，看在你爷爷面子上，我可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说，你到底想干啥？我要单独见见他。这不可能！你相信我，他不会干坏事的。你让我问问他。好吧，但你不能上车。那你们走开。这可不行，要见就见，不见拉倒。英子，你快让开！让他进去。不许开车门。周五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啊。那你跟那女的到底啥关系啊？那女的是我老师。那咋不赖别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那可能是前天我跟她一块喝酒来的。你跟女老师喝啥酒啊？不是，那跟我学胡琴那小孩吧，是我们老师介绍给我的。他跟那小孩呢住楼上楼下，所以教完琴就去他们家吃饭去了。我要最后问你一遍。你干不干坏事？我没有。行，我信你。走吧。说完了？你不准让人打他啊！放心吧，现在讲法治了，只要他老老实实的，能把他怎么样？啊，小贾，上车。回去向你爷爷问好啊。
不招你们奶奶啊！你放心吧，走。别哭了，多多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吓着多多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哦，多多，多多，不哭了，听见没？别哭了。周多多，你再哭我给你扔出去了啊！周多多，你听见了没？不许哭了，听见没？好，好桑吧，你就。啊，多多。三哥抱你啊！你放那儿，咱们不哭了啊！早点让好事儿啊！圈儿啊，把多多给我啊！你们俩赶紧去撵那阮姑娘，听见了没有？不去，给她干啥？你俩要撵上她呀，就把她送到户里去。人是奔咱们家的，这万一道上出什么事儿，咱负了责任吗？能出啥事儿啊？咱们这儿一直都太太平平的，让你去你就去呗，听话。来，多多。到妈妈这儿，妈，这来回20多里路呢，死冷的。让你去你就去呗，这道上呢，再碰上你大哥，就赶紧让他回来。上车站跟那儿不是一道。碰上了就告诉他呀。真是。妈，你是不是怕我大哥杀人灭口啊？说什么呢？那要真那样了，我俩咋办啊？那就喊。那他要把我俩灭口了呢？越说越没边儿了。把镰刀带上。那不行，大哥劲儿多大呀，要抢我俩刀跟玩似的，啥不更省劲儿了？你们俩要是看见他们俩在一起，喊两声往回跑，听见了没有？要是只有阮姑娘一个人，就把她送回去啊，赶快去吧。那行，姐，走吧。我害怕。怕啥呀，要真有事儿你尽管跑，留我断后。是啊，有全的说别怕，赶紧去。败家玩意儿，赶快回来啊！不跟别人讲了吧？你干嘛要对着我说？那你还答应过要娶我呢？我是答应过，是你不同意啊。那我当时哪知道是这个后果？那现在我答应了，娶我吧。现在怎么可能？周文，你要不管我，等肚子大了瞒不住的时候，我就跟专案组说了。你成心想毁我是吧？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若水，松开你！若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若水，若水，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你，我从来都没忘记过你。我要是不喜欢你，我当时也不会跟你这样。这样，等过了年。我来想办法来解决，到时候我给你发封电报，你见到电报就走，就坐半夜那趟车进城，第二天我在厂里接你，好吗？真的？真的，我在电报上不能写得太清楚了，咱们约好了，我就写苏归，你见到电报就走。行。不行，队里的人都知道我在城里没有亲戚啊。
他们见到电报不就行了吗？现在户里也没什么人，你用不着请假。那他们要是问我这电报谁拍的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就说你是你城里的亲戚，你叔、你姨，实在不行就说表亲也行啊。你这回不会骗我吧？我干嘛要骗你？你这事儿我不处理好了，能安心吗？那然后呢？什么然后？我做完人流，我怎么办？我去哪儿啊？ 做完人流以后，你先回护理去，我现在在上学，我也照顾不了你。老水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回护理，先忍一段日子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我一定接你走。 都有曲慧敏，曲慧敏怎么能跟你比呢？那长相都是人品，他哪点比你强？以前在护理，大家都说你对周武有意思，所以我才不好意思接近你。那天回护理的路上，你在月亮底下那样，我是一时冲动，过后我真是后悔死了。我简直不是人。现在好了，你也看到了，周武和李英思根本就没断。 现在在城里，他又惹些这风流事儿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老沈，跟我在一块儿，答应我，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，你做完人流以后，如果我还对你撒谎。 我天塌不雷轰！不行，我还是害怕。你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是还有我的吗？只要这事儿不传出去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。周文，你这次千万别骗我！我绝对不会骗你。 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哎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若水，若水，我想死你了！哎，你别闹！放开我！若水，我想死你了！大爷店里，放开我！ 咱还真是，你放开我！若水，你放开我！若水，我想死！周文，你放开我！大爷地里不行，周文，周文，周文，你要真想我，你就跟我回护理。回护？我不能跟你回护理，不能让别人看见。不行，不行啊！就真不行！我跟你说，咱俩就这样了，咱还怕什么呀？我不是怕。 回护理，对你影响不好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怕什么影响？我想死了！不行，别这样！姐，咱咋办啊？喊，喊啥呀？喊周文。我不行，喊抓住水。他们奔着来过来呢。那就跑！放开我！你要不跟我回护理，要不你就回去吧！别这样！我数一二，咱就喊。 我给你搜！不能这样！你滚开！滚蛋！阮若水，叫我呢！快起来！哎，谁呀？别出声！别出声！别出声！咋？阮若水！ 好像是周全和周双他们，快起来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他俩走了，人没掐死，咱咋办啊？跟上，走。哎，他要掉头过来呢，那咱就分开跑。这离集体户还多远？
五六里路吧，再过两头就到了。行，到时候我接你先跑。你先跑，我比你跑得快。那也是你先跑。那干脆再那啥，咱就跟他拼了。你我再加上阮若水，咱们三个还干不过他一个。现在不如让那姓阮的跟谁一伙，咱还是得分开跑。分开跑，他抓不住就灭不了口了。是，走。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，我得先走了啊！万一他们一会儿追上你，问你的话，你就不认识我。不认识你？哎，你就说半路碰上的劫道了啊！啊！哎，你记住了啊，见到元宝当晚就走了啊！姐，他走了。阮若水。 不能都过去，那人万一要绕圈再回来怎么办啊？还是得分开，得有一个人断后。那你往前走，有我断后。看着人就喊，听见没？嗯。 我妈叫我来送送你。哦，没事，不用了，反正我都来了，送送吧。哎，那个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人？ 就，不认识，不认识啊，嗯，那个问路的，他问上车站怎么走，啊，没事，走吧，哎，后面那人谁啊？我弟，你弟，那等会儿他吧，不用，他断后，断后，省得有人偷袭咱们。 跟你说，咱要不来，大哥能掐死他不？不能。真没准儿，你别看大哥平时不咋吱声，那手贼狠。那镇上边不是号召打狗当肥料吗？我那天上他们户玩，晚上公社知青办上他们那儿组织打狗队，大哥带头进院，那条大黑狗一扑上来，大哥照脑袋就一狗棒，当时就给撂那儿了。别说了，怪吓人的。那棒子打狗脑袋声音老震人了，扑通一声。 你都能听见那骨头塌下去的声，小死犬都说不让你说了，你还说？你怕啥呀？我跟你说，那狗肉才香呢。哎，那狗汤不是都加苞米了吗？咋还让吃狗肉呢？不让，那狗打完了拽到生产队精房子，皮也不扒，整个的连毛都扔那锅里头，添上水糊，公社的人还上马圈铲锹马粪放里头，这才走。等他们一走，二哥就领着我们跑回去，把那狗捞出来。 扒皮开膛，搁井沿上拿水冲，那边大锅一重新涮出来，再搁里头糊，糊完了，大换那叫一个抢啊！一条狗没半拉小时就吃没了。那大哥呢？大哥不参加，送完公社的人他就回屋睡觉，假装不知道。哎姐，你觉得大哥跟二哥谁好啊？都咋地。要我说。 还是二哥好，看见大哥我就犯怵。他们队没不怕他的，都说他有渗人毛。圈儿，今儿回去妈要是问，咱就说没见着大哥，听见没？那为啥呀？你想啊，今天妈都气成啥样了，那是真急眼了。咱要说见着大哥了，妈打心里就更恨他了。他也可恨。 你说他那时候咋就能把二哥抱住呢？可不可恨的。
那不都是咱大哥吗？这倒是。走吧。多多啊，不怕啊，你妈妈在呢，不害怕，我们多多不怕哦。摸摸马儿吓不着，摸摸儿吓一会儿，嗯，乖啊。是霜吗？回来了。嗯，冷吧？快来暖暖。来。哎，真冷。再远点就回不来了。见着你大哥了？没，没有。那他上车站了？是吧？说这么冷的天，这票房子也不知道有没有炉子。嗨，您管他呢，冻死少个货还。去。哦，我说错了，冻死少个大哥。什么死死的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你们俩是不是看见你大哥了？没有。双儿，孩子，怎么了？啊？告诉妈出啥事儿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见着。全儿，出啥事儿了？看见一人往地里走了，姐问软若水。他说他也不认识，说是问路的。是你大哥吧？可能吧。妈，我俩好害怕。不怕不怕，有妈呢，乖，有妈啊。摸摸毛吓不着，摸摸耳吓一会儿，不怕啊。有妈呢，不害怕。爷，点灯干啥呀？叫你折腾的，我也睡不着了。爷，我想去趟省城。要过年了，后天就三十了。我坐火车去，你把马给我喂上，行不？有啥用啊？反正我觉着吧，李科长那人是个好人，我去求求他呗。好人坏人的这事儿，他说了也不算呢，比他官大的多去了。那你说咋回事呢？那人死的时候周五在这儿待着呢，他有分身术啊。人倒不一定是他杀的，但是他跟那老师啥关系啊？让人公安部得弄明白了。就算是自杀的，那会不会是因为跟他赌气自杀的？再不。那就是他做了啥对不起人的事儿了。那不能。你钻他心里看了。这个二啊，原来觉得挺好个小伙子，现在看来不是个东西，太花。他咋花了？你看他这一出一出的，弄得这叫啥事儿啊？你还没注意吧？今天他家里边还一个女的呢，我看见是二把他领来的。开始那女的没进门，二进屋之后待了一会儿。把他领回去了，我听那二管他叫若水，啊，我估计是集体户那个吧。我知道，就长得挺漂亮，穿的还挺洋气，是不是？不是穿的挺洋气，人家长得就挺洋气的，跟那个林玉玉有一拼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二啊，喜欢那样的。你就嫌我土，没有文化呗？我不嫌你土，那二可就没准了。那个二啊，就像你前几年养的那个苏巧子似的，毛光溜，红脑壳，黄胸脯，
瞅着好看，还会烧，人见人爱。以前在笼子里边，你只要一回来，他就上蹦下蹦的直叫唤。你把手指头给他，他就叼着玩，瞅着可亲了。就是哄着你，把笼门打开呗。结果你一打开，突然飞了。你还傻乎的，还等着他回来呢。接天见在他窗台上撒上醋子儿，放上水，人家都飞了，还能回到你的鸟笼子里来呀、啊？傻不傻呀你？怎么想的？哎呀，外边林子多大呀？爷，那你说那苏巧，你是想让他活着呢，还是想让他死呢？这回爷输了，真的输了。我孙女的心胸啊，比我宽敞。不是爷，不是我心胸宽敞。我是这么心思的，你说林玉也好，阮若水也好，还有那个什么何老师，咱没见过，他们去掉那个城市户口扒烂身皮，哪个比我强？我觉得哪个都不比我强。我跟周五在瓜棚那光不出溜真待过呀，他都没花，他能去花别人吗？我不信。反正吧，这事要是真的，我就觉得我活特别不值钱。二啊，不是真金呐、啊，可惜了我孙女这一片心了，非得去啊！妈，你帮我喂上。那得没事儿。咋的？这就走啊？两点半的火车能赶上。我骑马送你。你别去了，下晚贼冷。爷就是不怕冷，山上的风雪。也没经过。爷，你骑马骑得比我好多了。现在可不敢这么说，要是当年吧，你还真不是个儿。驾。行了，大兄弟，热得都烤脸了啊。能忘点吧，省得孩子冷啊。哎，今天我们可真有福气了啊，坐这么多次火车，头回赶上这票房子这么热乎。哎，大兄弟，你去哪儿啊？省城。爷，你咋来了？啊，大爷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快坐下来，暖和暖和。哎呀，你这要走啊？啊，学校有点事儿。不在家过年了？不了。爷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不嘛，英子要去看看二，打听打听。英子，那到省城我带你一起去吧。他就这脾气。咋的？我听说二是你帮着抓的。啊，我那是对他好。啊，是。你比他心眼多。其实也对。啥也没干，你怕啥的？跑能跑到哪儿去啊？是，他要是跑了，这麻烦就大了。卖票了，卖票了，卖票了啊！您坐下。哎，啊，英子，我来吧。省城一张。OK。我也要张省城。行，好的。周五，周五，出来出来！又说中午饭了？你是周末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的，出来提审。提审？您那不是在车上都说了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走。英子，等一下，英子，你知道车咋坐吗？
我鼻子底下有嘴。英子，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我也不解释了。我有个同学，他爸是歌舞会的主任，我现在正好到地区去，看看他能有什么办法，想想法。你爱干啥干啥，离我远点啊！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！我告诉你，周老大，你再碰我，抽你！哎呀，这家你心挺宽着呀，听说刚才还眯了一觉。昨天晚上坐车颠腾饿了，睡不着。刚才喝了碗粥就行了，能睡着了。你们这窝头太硬，你将就点吧。你当时在家里啊，想吃软和的也行啊，早点交代，交代明白了，兴许就能回家过年。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，昨天在车上都跟你说了。在车上我看你吃饭迷糊，没多问你。刚才眯了一觉，没想起点啥呀？没有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你大姨呢？这不是大衣吗？我问的是何老师家门口挂的那件大衣。那不是我的大衣，那是何老师借我的。那大衣上不是还有那个石油俩字吗？印着。你和何老师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师生关系啊。师生关系咋在一起喝酒呢？那老师请学生喝酒不行啊？老实点，问什么说什么，不予反问。谁提出要喝酒的？我提出来的。我在他们楼上那个教一个学生拉胡琴，晚上我也没地儿吃饭去。后来我就跟何老师说，我说晚上要不上你们家吃饭吧，何老师就同意了。那不是我还买的猪头肉吗？我问的是喝酒的事儿。啊，吃饭的时候没提喝酒，后来吃着吃着就说喝酒。那个我问的，我说您这儿有酒吗？何老师说还剩下半瓶，我们就喝的是那个。喝酒的时候，你俩都说啥了？没说啥呀，就说点乱七八糟的，全是那个家长里短的。你像不像何老师表示点啥呀？没有。何老师呢？像不像你说点什么呀？也没有。你拉胡琴来着？我拉了。我参观书房来的，那个后来看见书房里有一把胡琴，手刺挠了，我就拉两下。何老师唱京剧了？唱了，唱的还挺好呢。你参观了卧室吧？是参观了。还试了试人家床？我没试。说实话，没试啊，没有。那床上头发是谁的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是在床上坐了一下。周啊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们现在是在帮你。我明白，那不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吗？行啊，这家路子挺清啊。那说说吧，你俩在卧室都干什么了？没干什么呀。何老师呢？何老师也没干什么，何老师站门口倚着门框都没进屋。他没向你表示点什么呀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儿？哎，别打开！循循渐渐，冷冷清清，凄凄。等会儿，循循什么？循循渐渐，寻寻觅觅。这字念觅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也是寻找的意思。这家你这个学怎么考上的？这是考试题啊。考试没这题，没考这个。哎呀，周五啊，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公安局？我知道是在公安局啊。那你老实说，纸条哪来的？我不知道这纸条是怎么回事啊，我没见过这纸条。不是何老师给你的吗？没有，没给我。在你大衣兜里，你会不知道？那一的时候没发现啊。
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。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。牵手走了好远，走淡了激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翻开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。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。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一根线。昨天今走到终点。